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五六七八九，爱你到永久。别别别，你还是爱你的葡萄去吧。啊呸呸呸，什么呀，奶糖，我教你来是选超能力的，不是来说顺口溜的。哪有超能力？超能力就在这些幸运数字里面，每个幸运都有特殊的能力。我幸运数字是四，四季平安。嘿嘿，就我这欧皇运气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哎，布丁，算了吧，就你这天天当乞丐的运气，还有欧皇，我看你是非球皇了差不多。哼，臭奶糖，咱们走着瞧，等我抽到好的超能力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哇塞，我抽到了巨人超能力，里面还有很多装备，奶糖，你完蛋了。臭布丁，我还没抽呢，看我抽个顶级超能力反击你。我的幸运数字是五，五福临门。你获得了蚁人的超能力。不是吧，怎么变这么小了？哈哈，天助我也，臭奶糖，就你这小身板，我一脚就能踩扁你。哼，我才不怕你，虽然我变小了，但是我的速度变快了，你根本打不到我。是吗？臭奶糖，受死吧。哎，我躲。可恶，往哪里跑？哎，我再躲。哈哈，布丁，没听说过这句话吗？蚂蚁虽小，大象却霸，你是永远都打不到我的。哼，是吗？我近身打不到你，但我可以远程攻击啊。啊，臭布丁，你玩不起。奶糖，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再嚣张一个我试试啊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哎，这里有个跑酷，通常这种跑酷的终点都是有神器的。 Nope。 可恶，身体变小，跑酷都变难了，不过为了打败布丁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第二关爬藤蔓，我们需要开启背视角，然后左右蹭上去。第三关是铁栅栏跑酷，这里距离很短，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去。最后一关是爬方块，不是吧，这爬一个方块都能把我人挡住。终于到终点了。哇塞，这也太多东西了吧，里面不仅有炸弹，还有充电炮、狙击枪。臭布丁，你完蛋了，有了这些炸弹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门都打开，拥有所有的超能力了。哎，怎么有爆炸的声音？好啊，你个臭奶糖，你竟然作弊用炸弹开门。我才没有，这炸弹是我通过跑酷信息补得来的。哼，那不还是作弊吗？臭奶糖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想教训我没门。可恶，臭奶糖，你怎么能跑这么快？那是因为我有了闪电侠的超能力。哼，你跑得快又怎么样，你又打不到我。是吗？尝尝我超人的超能力吧。布丁，看天上，天上有超人。嘿嘿，我骗你的，我只有炸弹。可恶，臭奶糖，你个大骗子。